我觉得录《桃花诺》这一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次表演的经验。首先是我看了那个剧情，然后我是很被剧情触动的，所以我带着一个很富有画面的一个情感去唱这首歌。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唱这一种就是电视剧的片尾曲，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尝试完全不一样的曲风。而这一种中国风一点的一些歌曲呢，其实也是我的首次的尝试嘛。所以你第一遍这样的时候是轻的，就是对的，要那个第一遍副歌的高音的时候，应该是那个高音的时候，第一遍的时候是想要的下势。整个感受下来，其实我觉得，是跟我平时自己写歌，然后做我自己的音乐非常非常不一样。而同时我觉得充满着那一种非常浪漫的情绪在我里面，因为整首歌听起来是很仙的一首歌，是很好像你不是在人间，好像你可以突然很忘我，到达一个全世界只有你跟那个人的那种爱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忘我的一个经验。